彩嘅时间啦，今日12月24日星期二，由我蔡国威同大家主持第120期嘅六合彩现场搞珠。咁首先睇睇投注总额，今期嘅投注总额总共系有3572万。咁由于上一期嘅头奖系有人中，咁所以系冇累积当保奖金，而投注总额嘅15%，亦即系530万，将会拨入奖券基金作为社会福利用途。喺搞珠之前，我哋先介绍一下今晚嘅两位监场嘉宾。咁佢哋分別有任錦光律師、太平紳士，同埋獎券基金受惠機構之一嘅代表。盈盈先管理事鄧寶山先生，歡迎曬兩位，一齊了解一下受惠機構。逢盈先管创立在1929年，位于粉岭铁路站旁，是一间道教宗教慈善机构，历年来抱住宏道立德、济世道人。19
有19号、20号、29号、448号、49号，而特别号码是8号的。如果大家想查询今期六合彩结果之头23you